日前，总统马英九去视察阿帕契直升机，亲自坐上驾驶座。不过，座舱门一开，哎，总统，你怎么不下来？原来是头发乱了，这让我们爱美的领导怎么能够忍受呢？更不得了的是，下机后连随护都干脆拿出梳子帮他梳。是说这年头随护不好当呢，既会掏枪也要拿梳子。正说着，小马哥的头发又翘了一根起来。最近当总统毛竖起来的事情好像越来越多了，这位随护大哥，您还是赶快去上个美发课吧。